郎，红楼。阳明抗战，西扎不好，在行军将，因军丁大罪，创伤阳明，因他操劳，虎皮之呀，照将起来啊，啊啊，我今日。要逃回荒阳去，进攻宋明河阳，数在兄弟共进，看就一旦不动心。一定要技巧老江湖正气，技巧老江湖正气。
将武之才，你是虎行兵的，壮志未酬，怎可半途而废？哎，况是回转行的，一打过路过，五常打的，忙，是才一击过两老靠，一早去，又回去，慌慌糊糊，岂不是小破井套？啊！像你破草笑不了我老将这用副将哦，大哥会平坦空明还我来刁难他一回，不是满胸虎气死了啊。顶上小兄顶他脸，顶上小兄顶他脸。小舅树刚香，我的柳树刚香，我的。上帝，请下来。用一我啊对你说哦，早知当是谁，用来是彭一娃哥到来呀，彭一娃哥啊，请啊请啊，上帝兄弟之情何止朋友呢？你用孔明明王老将，岂不是朋友吗？上帝，你用没有出息，趁下来与共相见。我不愿意。上帝，你之心可圣之。
哎呀，路哥，路哥，潘石安忘了唐勇的人，这是大哥有了孔明，没有俺的兄弟，要去的去，我是不会去的啊。三爷，三爷，哦，老师也赶来了。哇，老师赶来了。哦，老师啊，你赶来何时啊？来，请三爷回去破我草。何时那村夫派你来相亲的啊？你为黄金陵黄冈要进士相亲啊？他不亲，我就不回去。你不回去？我不回去。你身为大将，强敌当强，势竭强逃，众将议论纷纷啊！议论什么？议论你临阵退缩，莫非怕死？啊，咋？我怕死？你不怕死，就该回去。我不回去，你不回去就是怕死，不回去就是怕死，不回去就是怕死。哎呀，咋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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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你不回去，叫人变了哦。你变了怎样？变了为军师，执行军令，一将舍利者，万军火已加进。啊咋？忘了。忘了啊！梁老师，你都听那村夫的鬼话，荒凉不敬阿哥。哎呀，罢了，你要写，阿哥就来当你的登奖牌，你就写了。好啊。江涛，供养这江黄文化，呀呵呵，呵呵，呵呵，哦，唐江起来，老师你还有情呀？耶，此乃京师所属，相爷是之相生之情，天莫将相穷，黄师回去破草。破草，破草，只有那诸葛亮破的，我老将无能，破不得。哼，三爷啊，众将齐集在庄等你哦。众将齐集在庄等我。是呀。好啊，那就叫诸葛亮打草惊哎！果然不出京师所料哦。他料我什么？他料你必须给曹兵势打，单挑老头。我单挑？你不单挑，方才末将
假以邪第一将你都下得两忙逃避何况那下有东西忙人马阿扎你哪能不走啊阿扎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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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车不怕，不怕下有冬，心满劲啊！你的快要过回来去，那下有冬把你关肯，你去就一同回去，回去，回去是回去，我去回去，我是不想听那重复讨看的啊！上帝。你已经不恨条条，终将不恨将领，岂不是误了大事？济公济人信邪，三爷，且看这阵胜负如何吧。济公，哎呀，罢了啊！回去且看重复用兵高明高明我的大哥下有风兵来无西游同秋地开启相亲西杀他一个天家不好用心好用心好用心